火箭少女助阵名三，姻缘差距大，孟美岐最好看，段奥娟最寒酸。火箭少女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女团，毕竟这里面的人选都是大家一票一票的投出来的，而且每个人的粉丝的数量都不低，他们的存在对于很多人来说就像是一个奇迹。孟美岐的姻缘可以说是排场最大，也是最好看的，可见粉丝是真的很用心了。杨超越的粉丝姻缘也还是非常可以的，虽然之前说杨超越的粉丝姻缘不是很好，但是现在看来这姻缘也是非常可以的，毕竟杨超越现在可以说是非常的受大家的欢迎了，自己的电视剧和综艺都是非常有热度的，杨超越本身的人气也不是很差。大娟的姻缘看上去就有些普通了，虽然大娟的人气也不弱，但是这姻缘不应该啊，和人气第一的孟美岐确实差距还是很大的，看上去也有些寒酸，是粉丝没有收到消息吗？